的夜市，还有这个中华传智学院，就希望能够台湾的下一代会比我们这一代更好。那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台湾现在像我这种年纪的这个受到国家的栽培，受到这个土地栽培的人，想要回馈给我们这个社会。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今天站在这边的原因。好，这个